那个子豪，麻烦跟我的小助理讲，两位特别来宾在这里上，好不好？把它上掉。那个小叶，现在在我们的娱乐圈里边，大概只有谢金燕这种身材，但是他的两位舞台上不错，太棒了。男人看了心动，女人看了感动。不要这样，对对，把他冷酷表演。